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彰化新闻。恭喜时代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林桂英。今日是新历的112年3月27日，旧历的闰二月初六，礼拜一。拍这新闻一开始，咱就用30秒的时间来看卖今日有啥咪重要新闻。清明节要到，罗国地公部火警兵团、中华消防分队就来结合着义消，伫咧公墓内面驻点，提供水地和民众使用。中华艺术高中今年国中部音乐班第20届毕业音乐会，以音响为主题，嘛来提供舞台，让囡仔展现学习的成果。阿美国小舞蹈社介厉害哦，成立无到8个月时间，10名小舞者就来摕到全国学生舞蹈比赛第一位好成绩。好，来乡亲的新闻，头起身先来关心清明节进前，各地公墓火警兵团、中华消防分队，共按这个3月初开始，就受理着100件公墓杂草的火警。往年建议消拢会伫咧彰化市北苑中学后面的公墓内面设置防火宣导站，今年是来新增加一个地点，就伫咧建国科大边的公墓，并且阁会伫咧墓园内面放水池，予民众来使用。议消哦，阁卖按着这个水桶侵入墓园，若发现有火星，就会马上来进行拍火。公墓火警兵团消防人员闻到拍火，中华消防分队按3月初开始，就受理将近100件公墓杂草火警。往年消防队会甲义消配合，伫咧北苑中学后边的公墓设置防火宣导站，今年增加建国科大边的公墓。我们在3月期间啊，发生了300起的一个公墓杂草火警火灾啊，然后动用了300名的消防人员啊，然后特别针对啊此部分。今年度啊，我们在辖内的案头山公墓，还有我们的培元公墓设置2个的宣导帐篷，并有义消进驻啊。你好。哎，我们来扫墓一下。对。我们有做那个一个无人取水站，然后再麻烦就是可以自行取用。自己取用。对啊，这个部分的话就让我们可以使用完之后，可以去把那个余烬把它扑灭掉。余烬。让火烧掉。除了伫咧公墓内底设置防火宣导站以外，卖出动义消派着水桶侵入公墓区，才发现火星，就马上拍熄，避免延烧。我们义消也会随时进行巡逻，有看到火点的时候第一时间将火势打熄。第三个我们设置有4处的无人取水站，再麻烦民众进入我们的案头山公墓跟培元公墓的部分只要有看到。无人取水站欢迎可以随时拿取，最主要是要让民众可以将余烬扑灭。事实上，按3月中旬开始，大天透早8点一直到下晡的6点，中华消防分队结合义消就已经开始伫咧公墓内底驻点，卖伫咧公墓内底巡逻。大众新闻，中向中华采访报道。教育方面的消息，来看民国90年由彰化国中改制成为完全中学的彰化艺术高中。今年啊，恭喜国中部音乐班第20届的毕业，学校嘛特别替学生来举办一场毕业音乐会，展现3年来的学习成果。好听的乐曲是彰化艺术高中国中部音乐班带来演奏。唔呐，安排学生的团体演出，个人独奏的部分嘛正精彩。为着学习音乐，多数学生拢爱牺牲休困时间，更加爱兼顾课业。唔过，这对学音乐的囡仔来讲，尤其弹琴的时阵，才是上快乐、上放松的时阵。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去练琴，然后练完之后会有一些成就感。就是当初在抉择，就到底要学小提琴还是大提琴。然后呢，我妹妹把她选小提琴选走了，所以我就只好选大提琴。彰化艺术高中校长表示，提供舞台让学生分享学习成果，学校透过多元学习的方式，不再只有强调课业甲成效，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当展现家己上厉害的一面。
天生我才必有用。每个孩子都有他的特色，有人可能是在学科导向，有人可能在术科导向。那我们这一群孩子，哈，是我们音乐班的孩子，他们不管用他的小提琴，或是他自己想要的乐器，用音乐做一个无限的想象空间来展演、来表现。那彰化艺术高中的音乐班、美术班、舞蹈班，就是提供们孩子们这样的舞台。虽然这场毕业音乐会是办在学校内底，不过也是吸引真侪家长来欣赏。馆长王惠美甲教育处长嘛，专工来听这场小小音乐家的演奏。大人新闻，登上彰化彩虹报道。好，再来个镜头，再来去何必镇，来看何必个小舞蹈社，这十名小舞蹈家是介厉害哦。原来就是舞蹈社，讲按去年七月底成立到今，无到八个月时间，去参加全国学生舞蹈比赛，就拿第一位奖牌，抱回来学校。带着甜蜜的笑容，充满元气的声音，搭配充满活力的舞蹈，这是何必国小舞蹈社精彩表演。何必国小舞蹈社按去年成立到现在，不到八个月时间，这群优秀的小舞者就摕到全国学生舞蹈比赛第一位好成绩。我觉得跳舞很好玩，因为跳舞会让我很开心，心情会很放松。第一次上了全国的那个大舞台，都是会产生焦虑。那我们就是直接告诉孩子，很肯定的告诉孩子，你们就是最棒，就是那个最好的。结果果真他们不负众望，拿了全国的第一回来了。吴班长老师强调，这群小舞者基本上都无舞蹈基础。所以主要是以调整体态和动作的精致度，搭配轻快舞曲，充分展现囡仔独有的青春活力。举办了庆功宴，邀请我们的比赛的小朋友跟家长，等一下准备了简单的餐点跟披萨，还有茶点，来慰劳了我们的小朋友这快半年多以来的一个辛苦的努力的练舞的一个过程，我来慰劳他们。陈小琪校长指出，何必国小舞蹈社十名新员都是今年的学生，多学跳舞，得当克服压力，在舞台顶自信展现，得到评审的肯定，拿下全国第一。吴班长老师也得到最佳编舞奖，真正拢是因为有指导老师和家长的全力支持。在中华新闻叶宏武何必彩虹报道。欢庆李东泽保研乡公所特别邀请世界级的表演团体福尔摩沙马戏团带来精彩表演，请九千名亲自前往观赏。休喘一下，马上回来。清明制作提醒咱的乡亲要注意防火安全。不任意烧杂草，不随意丢烟蒂，不让冥纸飞扬，不放爆竹烟火，记得扑灭余烬，记得收拾垃圾。星星之火可燎原，小心才能保平安。各位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县西乡长苏伟俊。4月1日2日即将在我们蛤蜊兵营举办2023缤纷县西蛤蜊兵营趣味一起玩，现场有美食市集、闯关游戏，还有牡蛎 DIY， 欢迎大家一起来新西玩。您有资金上的需求吗？您还在苦苦等待吗？安心当铺，轻松借贷无负担，周转找安心，未来亮晶晶，838-2222，838-2222。有一种仪式，一生只有一次。华范礼仪回来了。咦，人呢？这阳台有 WiFi 吗？哇，厕所里也有啊！衣柜里面竟然也有 WiFi。因为我们家有凯擘大宽屏啊。
凯波大宽频 WiFi 满屋，三台 Mesh 提升讯号覆盖率，让你全屋漫游。现在申办 WiFi 满屋，只要999，给你十全十美的 WiFi 环境。快拨0809-00-9658，凯波大宽频，你的 WiFi 专家。欢迎回来新闻的现场，明仔是拜二，嘛是旧历的闰二月初七。根据同岁记载，明仔在威公伫东南方，好时是透早5点到7点。另外，有啥物代志是要特别注意的，咱做回来关心。后来又过来来看，彰化市南兴国小欢度创校70周年校庆，特别举办一系列的庆祝活动，亲像这个十年树木、百年树林的种树啊典礼，就让大人哦带着囡仔做伙来种树啊，希望囡仔对地球永续发展会当更加重视。今年是南兴国小创校70周年庆，学校举办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结合联合国 SDGs 永续发展的理念，让大人带囡仔做伙种树啊，希望小朋友对于地球永续发展会当更加重视，让南兴的学生对生活这片土地有更加侪了解甲关怀。最主要是也结合联合国 SDGs 永续发展这样的一个理念，我们希望孩子能够透过大人。跟大人一起来植树，大人用着大手来牵着小手，一起来种下孩子心中的树苗。我们希望下一代对整个地球的环境，对永续的发展能够更重视。专工来家囡仔这回种树外的馆长王惠美，除了祝贺南兴国小生日快乐以外，也感谢历届校长甲老师的用心努力，校友伫咧各行各业都有真好的表现。像我们主席就是南兴国小的一个校友，当然更要谢谢家长会做学校的最佳行政支援，让校长办学无后顾之忧。我们南兴国小的孩子云文云武，这几年在王校长的一个用心之下，那可以说不论是国际教育或者我们的科技，我们的非常多的这个层面都做得非常的好，那特别是孩子们的这个课外活动啊，可以说是多元啊，让孩子们来展才哦。王惠美强调，希望透过种树啊，让环境更加好，环境永续合适永续，嘛透过十年种树，百年树人的精神，继续传承落去，嘛为南兴70周年留下珍贵美好的回忆。大众新闻，丁尚雄华采访报道。欢庆儿童节，鹿港镇长柯志宏特别前往镇立幼儿园，颁发110年儿童节的礼品，让小朋友感受到满满的幸福感觉。鹿港镇长柯志宏拿着精心准备的儿童节礼物来到幼儿园，加一挂高侪囡仔要来做花过节送礼咯。从伫这儿童节前夕，今仔来到咱这鹿港镇立托幼儿园哈啊，来颁发一个礼物。让在我们鹿港镇的所有小朋友哈，也当讲在儿童节收到一份喜悦的礼物，也当祝他们儿童节快乐。尤其小朋友非常的天真与活泼，他每年都会期许咱这儿童节到来，因为因拢会当收到吼咱公所赠送给他们礼物，他们非常高兴。啊，今年啊咱公所特别准备了一个环保碗，也当讲小朋友不管在学校还在家里，能够透过这个碗能够吃出一个美食，嘛吼小朋友感觉讲吼，这是个人的一个卫生吼，我们感觉讲吼在成长过程中受到我们政工所赠送的礼物吼，每年吼在儿童节都他们有一个喜悦，尤其小朋友非常天真，嘛儿童节是属于因的日子。今年儿童节礼物，鹿港镇公所准备三孔式白梯啊，激烈长袜和专定的国小甲公司的幼儿园小朋友，伊有防止糖尿功能，佮好收。另外，佮环保重复使用等多功能性，对囡仔来讲，应该是真实用佮有意义的礼物。大中华新闻林桂英，鹿港采访报道。
好，过来来看波扬乡欢庆儿童节，特别邀请世界级的表演团体福尔摩沙马戏团带来精彩内容，解忧快餐车，请就请明星主前往观赏。另外，讲在表演开始进行，波扬乡五个社区的舞蹈演出嘛，无来受到落大雨影响，同款是真敬业的来到台顶演出。透过镜头，赶紧带乡亲来欣赏因精彩表演。上课阿姐一边唱，带来热烈气氛，也来邀请小朋友上台做会做鸡龟的表演。来，送给你。都最后一次了，你还拿不好？没关系。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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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乐的马戏团表演，吸引大小朋友的眼光。这场伫咧保阳国小的马戏团演出，佮跟着老腿的演员登场。随后也来邀请大块爸爸观众来个台顶正会表演气球板接球。滚，接住！活动上界让人感动的，除了是大咖观众的热情小甜意花，还有在马戏团演出进行五个社区的舞蹈演出。虽然雨落得很大，但是表演者也是很卖力演出，让保阳乡长柯文平跟现场观众感觉很感动。这是福尔摩沙马戏团哈，今晚7:30在我们埔盐国小操场演出。啊，演出的内容是解忧快餐车，演出的内容有三轮车、杂耍、体技、晃梯、椅子顶啊等。人员穿着西装，随着舞台剧的推展，俏皮的表演，在这悠闲的夜晚哈啊，大家齐聚在埔盐国小操场看表演啊，这是乡长哈给我们乡儿童哈最棒的儿童节的礼物。大型的舞台跟公园在我们的偏乡算是很少有的了哈。那所以我们这次结合社区哈的演出，就是给我们每个社区各团队哈有一个很棒的舞台，很棒的表演的机会。那我们的灯光音响都是有特别设计过的，然后麦克哎他们都在社区跳，然后跳出来给大家看这样子，然后顺便告诉大家说我们的社区在做什么，我们的社区团队是这么的棒，这么的厉害。保养乡在乡长柯文平的锻炼之下变得很活力，在儿童节进行邀请福尔摩沙马戏团来保养恩赐，希望带给亲子充满能量跟欢乐的恩赐，让观众忘记烦恼，留下深刻回忆。在中华新闻林桂英保养采访报道。合肥大研国小举办校庆运动会，除了学生的运动比赛以外，社区长辈嘛做会来表演，甲学生做会庆祝，真热闹。广告了后，马上回来。妈，妈妈那是什么 ？Magic， 无数星凯擘大电视，还有。Disney Plus， 爸爸好厉害！无数型凯擘大电视零元带回家 ，Disney Plus My Video 无限看，再升级 4K Enjoy Box。天竺鼠叉叉。除了零元大电视套餐，还有智慧电视和派云端游戏套餐哦。凯擘大宽屏，你的娱乐行家。
到来看一下看才趣味。可以直接介绍一下啊。哦，这个就爱台湾的频道啊，有休闲旅游、地方趣闻、美食介绍、秘境探索、知识科普、新奇有趣的影片，拢在家啦。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啦，我看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很简单 ，YouTube 搜寻爱台湾，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许多有趣的影片任你看哦！哎，来打开我爱台湾吧！哇，台湾 number one， 让我们一起爱台湾。开播大中华新闻，继续来看何必大英国小举办校庆运动会。除了学生进入热烈运动竞技比赛和表演以外，南定社区以及镇平社区的长辈也做伙来参与演出，展现学校和社区共赢共好的成果。何必大英国小在登记篮球顶运动领域表现相当优秀，尤其这次担任校庆运动会运动员选赛代表的张建峰，在今年台北市春季全国电竞公开赛取得国小男子组垒球和铅球双料金牌，学校也特别安排在运动会公开表扬选手。邱冰莹，掌声。在我们的小朋友前面的前排呢，看到这七个习惯，就是帮助孩子定下一个定海神针，它是一个人生非常棒的一个罗盘，有遵循的方向，对于未来的人生有一个更明确要走的目标。是民意代表还是我们地方首长，尤其是中汉议员啊，配合秀宝在中央哦，为我们大荣国小也争取了很多项我们的校舍的改善，包括视听教室80万，游戏场的改善90万 ，PU 跑道699万，还有我们外墙整修的部分361万，这些都是我们中汉议员非常的关心我们学校的需求。那像我的办公室这边来转达之后呢，我们向教育部来争取，能够我们的孩子改善学习的环境。希望你们在这么好的这个环境里面可以好好的学习。但一个需要为的较偏僻的所在。各有资源相对较不足的情况之下，各级民意代表地方属性积极协助争取经费，优化学生的学习环境。另外，学校也跟在地社区的关系真紧密，南屯社区以及镇平社区长辈也都来表演斗努力，展现学校跟社区共好共赢的美景。台中华新闻叶宏武何必彩虹报道。好，再来把镜头转来陕西乡，来看陕西国小校庆园游会活动，以科技新乐园为主轴，由师生哦透过科学原理共同设计创观的单位。另外，还有艺美专区活动是热烈个趣味。陕西国小举办114周年校庆园游会，校方即个以科技新乐园为主题，由各班师生透过科学原理设计创观活动单位，现场热烈滚滚。那今天我们园游会最主要是结合我们的科技新乐园，那科技新乐园里面就是有包括食衣住行，还有科技大未来的闯关活动，所以我们学校小朋友跟家长就一起去参加这个闯关活动，而且除了闯关活动之外，我们的校友会也会在活动中心办校友回娘家的活动。陈中斌校长指出，这届园游会总共有26个单位，除了科学参观以外，另外还设置艺美专区，也鼓励家长和囡仔做伙参观、做伙活动，提升亲子之间的互动，也借此展现陕西国小多元办学的成果。大众新闻叶宏武陕西采访报道。来关心溪湖果菜市场的交易行情。今日的总高一两公146公吨，平均的价格是每公斤9.7元。继续来看详细交易情形。
菜上价14，中价11元到下价10.1元；韭菜上价17.5元，中价10元到下价7.5元；茄仔上价20，中价19.5元，下价11元；各类菜上价7.8元，中价6.5元，下价5元。白菜上价15元，中价11.6元，下价7.5元；包心白鸭上价12元，中价9.3元，下价6元；青菜上价12元，中价9.3元，下价6元；鸡蛋鸭上价17.5元，中价12元，下价10元。今年菜上价27.5元，中价19.7元，下价12.5元；菜头上价11.6元，中价8.4元，下价6.7元。葱头上价23.4元，中价18.4元，下价10元；番薯上价26.7元，中价20元，下价13.4元。先来关心空气状况。28号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中部依然污染物落开来累积，空气品质更是一个普通的等级。另外，伫咧天气的方面哦，因为云系渐渐往东边来刷顶东，北部东半部地区也是来落一个局部短暂雨。咱中南部地区天气会转为好天侪云，气温嘛小可来升高。来大中华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我是林桂英，咱期待再相会。因为我们家有凯擘大宽频啊，凯擘大宽频 WiFi 满屋，三台 Mesh 提升讯号覆盖率，让你全屋漫游。现在申办 WiFi 满屋，只要999，给你十全十美的 WiFi 环境。快拨0809-009-658，凯擘大宽频，你的 WiFi 专家。基本上班多到让你眼花吗？免操烦，凯擘新频道已全面焕发简讯账单喽，收到缴费通知简讯。可到各大超商或服务据点缴款，一指完成超便利。使用电子账单，不止环保，更爱地球。哇，爸爸，那是什么 ？Magic， 复苏型凯擘大电视，还有哇 ，Disney Plus， 爸爸好厉害！复苏型凯擘大电视零元带回家 ，Disney Plus My Video 无限看，再升级 4K Enjoy Box， 天竺鼠之叉。除了零元代电视套餐，还有智慧电视盒派零元游戏套餐哦。凯擘大宽屏，你的娱乐行家。Tell me what I've done to you. I just don't like you no more. 啊！奥斯卡金奖得主马丁·麦多纳，本届金球奖最大赢家，最佳男主角科林·法洛，金球奖年度最佳影片《伊尼舍林的女妖》。申办 Disney Plus， 现省50%，快拨0809-009-658。
广告脱播最好的选择就是凯擘新频道，因为我们收视户最多，价钱最公道，宣传最有效，让您业绩抢抢棍，公司发大财。广告直播专线7119440。